你看居民村那么多自住的，你得去别的家尝尝。你是怎么个意思？俺集美那边开了一家49元帮扶自助火锅，是在家啊。很多粉丝私信我，叫我去给他老板上上课。今天中午我带恁在一块儿去会会他老板。这个烤肉是单独算钱，老板？不算钱，也是免费的。一共是49。啊，对对。你是不知道今天我来不？我来，你看烤烧烤，我给你提个建议哈，你准备点餐巾纸放着了，一会儿我怕我吃你总掉泪。这么多饮料，还有那个啤酒，还有白酒，关键是养生酒。哎呀，还有咱这，哎呀，哎，咱是单独收费吗？这个不收费的，也是包含在49里边。包含里面。烤串。哎呦，怎么封卷？哎呀，看看啊，看东西送的啊。哦呦，哦，咱们是骨头。哎，这个什么骨头？方格这是牛骨。牛骨。哦，咱两种嘞。这边是小凉菜，还有小凉菜，麻辣顶肉，这是海鲜，这不南一加油站啊，行，好啊，大虾，咱是鳕鱼是吧？对，水果罐头，啊，哎是，我的天，这边是各种丸子哈，这边是各种卷，这烧吗？这边还有那个串串香，在这鸭肠全给吃，在这刚烤出来，你得拿着吃。哥，我跟你说，来的早就是有优势，一大把大把的。你给我留点你自己一个人在那吃，还给留点你什么人呀你？咱选了这么一大桌子，光骨头多少钱哈？啊，烤骨头啊，五香骨头啊，麻辣骨头啊，牛排啊，鸡爪子啊，咱再看抖音的，你看这大虾啊，海鲜啊，丸子啊，吃火锅，牛羊肉啊，五鸡卷啊，还有这个顶肉啊，胖哥，骨头锅没有牛排我不吃。三小时后，三个小时了还吃？你不看老板娘那眼神都不咋地了？我这就开始收尾了。不是你在这儿，俺以后不好意思跟你一块吃自助了。你看人家王老妹儿吃的多文雅，你看你呀，我天，你吃这么多，你吃不能这么个吃法吧？哥，他这不自助吗？能吃多吃点，不能吃少吃点，自由。老板娘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尝一下这个水果。你看居民村那么多自助的，你得去别的家尝尝。你是怎么个意思？